现在呢，影子教大家怎么做饭团哦。请看，挖一个饭进来这里，把它铺满，铺满，继续铺满，铺到很满之后呢，打平。再打平之后呢，我们就，好吃，好好吃。然后把这个盖子盖上哦，盖上，用力压，我使劲压压，我吃奶的压，我一直压，然后就。好了，来，我们镜头转到这里来看我们的饭团，来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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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饭团好了呢，有没有很漂亮，珠圆玉润呢？等一下呢，想吃的影子寄到你家去，赞。